星期五晚上，星期五晚上7点，10月20号，我们接到劳动部的电话，还有卫福部的电话，他叫我们，他问我们为什么不要坐下来谈一谈，他们要跟我们谈一谈，但是我们什么时候办游行活动？10月22号，只有几天的时间，其实只